以下的特点，请注意，这已经不是手机成瘾症的问题了。状况一，找不到手机。我要下班喽，关灯喽。状况二，没手拿手机。状况三，手机坠机。环境上的状况，只要有手机警挂绳就好了。但市面上的手机警挂绳有以下几个问题：手机没吊绳孔就无法使用，无法灵活快拆，无法及时调节警挂绳长度，或者是有金属件与塑胶件。在一起收纳时会有刮伤手机的风险。而雷亚风泰紧挂手机绑是由紧挂绳结合手机绑，让我们在使用手机时能更便利。全环保塑胶材质，不会磨损手机，通用4到6.5寸的手机，不用脱手机壳即可使用。贴心挂绳束环可调节紧挂绳长度。紧挂手机绑采简易绑扣设计。拆装方便，还可灵活更换其他配件。可爱大豆扣角色，增添个性识别。紧挂手机绑，让你随手一拿就能找到。电话讯息不漏接，也能减少衰落的风险。外出方便拍照查行程，也可以防备偷窃。雷亚风泰让你手机轻松带着走，及时智能最上手。